弥勒菩萨他的手印呢、啊，有内转法轮印、内转法轮印，跟外转法轮印。啊，这个内转法轮、外转法轮，都是转法轮印。为什么是转法轮印呢？因为弥勒菩萨将来下生有龙华三会，龙华三会了。他主要是说有第一会、第二会、第三会，那么可以讲度尽所有的众生。一句南无布达雅，只要念一句南无布达雅，他就把你全部度光。那弥勒菩萨他在度众生啊，用特别的方法，他用这个唯识神变的方法去度化众生。弥勒菩萨目前呢，按照经典所说的，是在斗室天，斗室天的内院。斗室天有外院有内院，外院是天人所居，内院就是弥勒菩萨的净土啊，内院就是弥勒菩萨的净土。那弥勒菩萨本身的形象在中国呢，是等于是三元，我讲过的啊，像真三元啊，这个头元、胸元、肚子元啊，叫三元。那弥勒菩萨，中国的布袋和尚是叫三，是这样子的。那在这个藏地所传的弥勒菩萨不是这样子的。弥勒菩萨是也是以菩萨行啊，做法座啊，守节这个转法轮印代观啊，是属于居士的居士的身。他的咒语啊叫做 Om Mitraya Soha， Om Mitraya Soha， Om Mitraya Soha。 那他的这个形象，你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是藏地的弥勒菩萨，那么这一尊是中国的弥勒菩萨啊，中国的弥勒菩萨，这一尊是中国，底下的是藏地的弥勒菩萨，有两种形象啊。因为弥勒菩萨曾经化身在中国成为布袋和尚啊，他就是这一种形象的。